大的一個元素咧，就係你要揾到佢嘅優點啦。包括你自己啦，你都要識得欣賞自己，因為如果你唔識得欣賞自己咧，好難去讓別人去愛你，或者好難去愛一個人。佢問阿朱耶穌：點解我要碌到入大學？但係佢冇放棄我，佢揾好多人啦，去邀請我翻教會喺裏邊，俾好多支持過咧。Yeah.